首先多謝香港道教聯合會鼎善鼎順先冠和各道場的大力支持，今天呢就我都可以食住葉文君道長的口水味繼續分享一下我的口水。不好意思，剛才那些呢就很正，我在道場的活動呢都不少的日子的了，咁但係咧就聽公開聽呢啲符法嘅咧，聽過三次，兩次喺香港，一次喺台灣。咁啊，台灣嗰次咧，葉在陽道長係六十三代張恩普嘅學生嚟嘅。咁喺台灣聽過一次，係公開嘅，呢啲係好難得嘅可以聽到嘅，因為呢啲係非常之即係叫秘而不傳嘅東西。喺香港聽過兩次，今日一次，上一次咧。去年就日記亦葉文君道長，咁咧就大家咧就希望咧就好好珍惜呢啲嘢，因為咧牽涉咗兩大問題，一就係宗教嘅價值，因為呢啲咁嘅符法咧就非入室弟子，即係道教徒係冇辦法去接觸嘅，仲要好文化水平高、修練又好，先至有資格掂嘅添。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社會價值嘅問題。牽涉到很多江湖揾食的問題，所以呢就其實 很難得聽到這些東西。第二個難得的要聽到的東西呢就是現在要講的東西。好多謝各位觀眾，各位對道教有興趣的朋友，對修練有關心的，亦都係好向往呢個道教嘅修練嘅朋友。咁我喺度衷心咁感激大家可以俾我機會可以分享呢一啲關於內丹氣功嘅問題。咁今日咧嘅題目咧就係內丹暫坐練氣法嘅。咁咧就即係話咧有兩部分，一部分就係企嘅，一個部分咧就係坐嘅。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可能都會講得好快嘅。咁亦都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可能會做得好快嘅。咁呢啲嘢咧就修練嘅問題咧，就通常就係唔係講知同埋明嘅，係講做嘅。咁因為要交代呢啲咁好嘅東西咧，交代完咗之後咧，你要翻屋企練嘅。咁如果你唔記得咗咧，你可以睇我本書啦。咁第一百頁裏邊咧。第一百頁裏邊氣貫動靜功嘅第一百頁裏邊就可以咧睇到今日我會介紹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功法嘅。咁因為呢本書咧就啱啱四月先至出市場嘅，咁所以咧就新鮮滾熱辣，發行網都未可能未到一啲即係零售嘅書店，咁所以咧就我今日就帶咗一部分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咧，又未曾買嘅咧，就可以咧呢個出口的嗰、那個有揸住個夾嘅旅行夾嘅嗰位啊，舉手嗰位同事咧，嗰位同學咧就去問佢啦，睇下仲有冇得賣啦咁樣。咁好啦，入主題啦。我哋首先睇下我哋。而家呢個 PowerPoint 咧，有啲咩共同嘅特色？嗱，呢一扎圖片咧，我專登拎出嚟咧，就等大家去諗一諗嘅。就係咧，其實有一個共同嘅特色咧，就係當你當你用力舉重的時候咧，你哎呀，咁先至會舉到噶嘛。對唔住啊，有時我會嚇親你嘅。你呢個咁嘅動作，你要提重嘅時候咧，你除咗可能嗌或者唔嗌咧之外咧，你個屁屁下邊咧有事情發生嘅，就係提肛。第二樣嘢咧就係閉息嚇。咁其實嗌咧，嗌完之後嗰下你會閉息嘅。嗌，咁你係
吞聲嘅，吞聲係閉聲嚟。下邊係提光，呢、這個咧就係、是、如果你要咬贏首瓜咧，你一定係閉住個聲，咁就上面閉聲，下低提光。第三個用力推重啦，又同腳舉重一樣咧，又係提光閉聲。這個呢個就是你要防凍咧，好凍嘅水淋落嚟咧，有凍天嘅，你睇下地下都係雪。你忍凍咧，你一定係谷住下低啊！吹波波你唔谷住下低咧，你又吹唔到喎。啊，打一次啦，打一次嗰下咧，你又下低又收喎。你練功夫啦，除非你唔發勁啦，搖下搖下咁，好似甩手操啊！如果你係發勁你都會提光閉色嘅。俾人打，打人梗係提光閉色，你打重力梗係提光閉色。俾人打又係提光閉色，你忍打。你開心到即係入咗波啊，開心到飛起啊！你啲肌肉緊張嘅時候你又係提光閉色嘅喎。你要攣住佢，要打死佢，又係提光閉色。啊，呢、這個搏擊好多時都係提光閉色。呢、这個招牌叫聲，你唔使放音啦，大家都知道。唔係叫你聽前面嗰段，唔係叫你聽點樣開頭都唔緊要，結尾嗰下收聲，即係嗰個聲音一去到最尾嘅時候收聲。收聲代表咗你哋唱過歌嘅朋友都知道，你嗰、那個即係藝術歌，尤其是你收聲。一收聲，咁你就係個小腹震盪，提光閉色。呢、這個提光閉色嘅小行為咧，或者呢個小舉動咧，就係、是、你平時日常生活頭先我哋睇到嘅圖片裏邊，好多時都見到嘅。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人體嘅一個圓形嚟嘅。呢、這個圓形咧就係、是、一個托弱嘅圓形，一個風箱。人係一個風箱，人係一個托弱。古代咧就係叫托弱，而家啲人咧叫風箱，即係風箱喺度打秋風咧就搶火就打鐵嘅，咁啲火成風勢，咁就可以咧就產生一個動能啦，咁啊擠啲風越擠越大就可以係利用呢個能量嚟到去做嘢嘅。咁呢個人體咧，人體咧亦都係一個風箱嘅原理嘅。頭先我哋嗰啲提光閉色咧，係透過一個風箱嘅作用咧。呢、这個條件利用呢個條件咧嚟處理，譬如話御寒咧、打人咧、俾人打啦，或者舉重咧、推嘢咧等等咧，都係呢個風箱嘅效應嚟嘅。呢、这個風箱效應唔係我講啦，就係、是、我哋嘅啊老子嘅説話嚟嘅。老子啲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托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咁其他章節都有講啲咁嘅風箱效應嘅。不過咧，就你要好細心咁睇佢咧，佢都係講緊同一個道理嘅。譬如話第六章嘅緣分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等等啦。咁咧，或者係谷神不死嘅事為緣分啦，或者係其他嘅章節都會提到呢個風箱嘅效應。咁啊，老子《道德經》就講咗呢個咁偉大嘅圓形，就是、人體係一個圓形，有生命嘅生物咧。有生命的動物就 自必然是一個、就是、風箱的效應，令到它有生命。但是其實呢並不是動物有這個效應，地球是一個生命來的，因為地球的生命現在是科學家說是46億年的生命。地球是一個宇宙裡面，宇宙是一個生命，宇宙它有生有死的，宇宙會膨脹，宇宙膨脹的原動力呢是因為宇宙是一個托弱的。托弱呢，托弱的特色就是上風下低。上風下低，上風呢如果人來說就是暫停口鼻的呼吸，下低提光。在這裡就可以拆開說，就是一般說我們的小周天就是叫搭著橋，下面的提光叫搭下著橋，上面那個呢叫上著橋。上面的上著橋呢很多講法就是要用利頂舌頂上壓。其實你舌頂上壓並不造就一個風箱，而是封閉了口鼻呼吸才可以造就到一個風箱。但是為什麼單家呢就
講呢個叫做上著橋搭通用舌底上學嚟到去講咧，咁佢自不然有個嘅原因。呢、這個係題外話咧，我最憎人哋講小周天嘅。不過你可以同我討論呢、這個唔係今日講嘅。第二個咧就係、託約咧產生一個充氣，充氣就係老子《道德經》嘅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充氣以為和，嗰、那個充氣嚟嘅，即係三嚟嘅。太極動咧就係陽啊，太極未動咧就是、太極啦，乜嘢都冇嘅，混沌一片。太極動咧有個充氣彈先嘅，呢、這個係先天氣。咁呢個氣呢、這個氣態係無形嘅氣態，先天氣嘅先天氣態。咁誒三同埋一咧都係一樣嘢嚟嘅。咁呢個又哲學嘅問題咧，我暫且講到呢一度為止啦。咁我哋喺個託約嘅立之嘅做法咧，就係喺個企定定咧，其實要喐嘅。啊，喐中咧就有動咧，動咧就要求定嘅。咁你要照顧張力，由二翻為一。二咧就係我哋現象界所有嘅生生息息呢個咁嘅現象就係二嚟嘅。但我哋要打一個太極嘅，或者要修練到一個太極，就要提升。好啦，我哋做一個暫知嘅託約咧。頭先講你可以造就一個沖和氣咧，做一個力量嘅原型咧，一個託約咧。但係你要留意咧，我哋通常我哋站裝咧，我唔知道你學過嘅站裝係點樣。咁咧，我而家呢個站裝咧就係、是、要矯正呢個脊椎呢條枕嘅。呢、這個脊椎咧有24節骨節嘅，上面有7節頸椎，12節就胸椎咧。就腰椎5節咧，最底椎咧就係融合咗嘅5節嘅。咁啊，總共咧24嚿嘢，24個關卡。咁呢個 S 型咧，就係、是、啊，你睇到呢個咩 S 型？呢個係真實嘅 S 型嚟嘅。呢個係一個健康嘅形態。我哋練功咧，要為咗我哋個氣咧，就上通下達咧，我哋往往咧要將呢個 S 型咧係矯正嘅。矯正咧，其實就矯錯。我再講一次，我哋將呢個正常健康嘅 S 型咧，係矯正嚟到去方便我哋嘅氣咧上通下達。但係呢種嘅做法咧係矯錯嘅。點解咧？你一直咗嘅頸椎或者直咗嘅腰椎咧，會出現咗而家嘅流行嘅現代都市病嘅。譬如電腦人咧，成日都係頸薄會攰啊，攰得嚟咧又跟住痛啦，唔醫佢咧又變成 frozen shoulder。就因為頸椎的弧形消失，直得滯咧會變成一個病態的形態，咁呢個係唔好嘅。但係我哋咧就企嘅站裝或者練功，通常都會造就呢種嘅稍直嘅椎體嘅，咁呢個要注意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咧，如果你要學我呢一套嘅企法咧，就唔好企多過10分鐘，10分鐘之內乜嘢氣都練曬㗎啦，嚇！除非你唔係跟我呢一套啦。你企多個好似大成拳啊、形意拳啊、心意拳啊、意拳啊、乜拳乜拳，佢站裝站早5晚3餐，一餐3個鐘，你就實行要揾我針針佢啦。所以我做針灸嘅，咁啊實有病嘅嚇。咁啊，所以咧就你要大家注意呢個椎體嗰個 S 型咧嚇、啊，你10分鐘嘅站裝練氣咧就一定唔會有事嚇、啊，1個鐘頭就一定有事。咁啊，呢個咧就做法咧就個尾椎咧就向下沉向裏，後者呢個咧就向下拉嘅，向裏咁樣走嘅。咁、那個做法咧就可能係咁啦。平時咧就係咁樣企，我哋向下沉，向裏勾，誇張就係咁樣，好似打詠春拳。不過詠春就要鉛陽啦。而家我哋就係、是、啊平衡嘅腳步，或者係略開。嘅微八字開嘅腳步，咁向下沉，向裏勾，誇張咧，其實做咗就冇嘢嘅。嗱，我而家冇做啦，我而家做咗啦，都係冇嘢嘅，即係你係好微細嘅調節嘅。調節下低咧就骨牌效應咁咧，你就自然會即係一個骨牌咁樣都拉直噶。咁上邊咧就拉直咗，就係我哋俗稱嘅叫圓頂，叫虛令頂勁，啲氣就會向上咁走，向下咁走嘅。咁所以你調校下低就得噶啦。咁呢個就係站姿嘅第一步工作。但呢個就係生理弧度咧，會係產生一個病態，所以唔好企得咁耐。
咁呢個咧就係立枝嘅造就一個託藥嘅原型，佢咧就啲氣咧就會自然咧就會走噶啦。咁啊，好似頭先好似《道德經》嘅第五章咁樣，綿綿藥存啦。咁啊，用之不勤啊，用之不勤咧，你一開動呢部機器咧，佢就不斷咁樣有氣出噶啦。咁呢個託藥產生一個充氣，虛而不屈，動而越出。咁我哋咧就當佢，我哋擺隻手出嚟，其實係一個符號嚟。即係擺隻手出嚟係一個符號嚟，符號嘅意思咧就係你個氣會唔會走到隻兩隻手咧？即係你啲氣會唔會走到係末端肢體嘅末端？咁我哋睇下可以睇到。如果你話費事睇啦，咁你咪垂手咯，冇所謂，站喺度練氣嘅啫嘛。你隻手唔係愛嚟打，又唔使人有人俾你打，唔需要用，咁所以你可以唔使遞隻手出嚟。但係一陣間我講俾你聽係有用嘅，咁你要遞出嚟，遞出嚟。嗰、那個用咧就唔係嚟打，亦都唔係就冷叻冷靚，係睇下自己道氣嘅啫。咁啊，出落陽關嘅意思咧就係提肛。咁啊，呢度咧就可快可慢，啲氣可以滾動得快啲或者慢啲。咁你肢體嗰個滾動咧，咁係叫喐啦，動啦，動亦定，靜亦定。我哋求個定，並不是求個靜。首先我們會做一個這樣的小動作，上下和開合，上下提手，上下提手就很簡單，提手那個法度呢，一會兒我們會一起做一下。要注意的就是這個氣呢就由下低借力呢，借地氣，即是你站多少力下去， 你如果不用腳掌力呢，你個人的體重就是這麼多體重，是吧？咁你可以借多啲嘅，你硬多啲，你就借多啲。其實真係借得多啲嘅喎。譬如你唔企喺呢個地板，你企喺個跳水台咁，你硬大力啲，咁你彈高啲噶嘛。所以你其實係借緊嘅，你硬幾多就借幾多，你唔硬就係體重啊。咁呢個借咗地力咧，我哋嘅地氣咧就用螺旋形咁樣送佢上去咧，跟住咧。就經過咗呢個肩膊咧，就落咗嚟呢個手指尖，咁所以一個鼓盪出現咗。呢個鼓盪咧就係將自己嘅所借到嘅氣咧運轉，跟住咧由內而外凝珠手指。咁呢個咧開合嘅打橫行嘅隻手，咁咧就係又係一個螺旋形嘅鼓盪。螺旋形好得意嘅，你如果係諗下佢嘅 DNA 嗰個結構又係螺旋形。你的星體的轉動呢也都不是一個純圓形，是一個立體的，是不是？很多東西都是螺旋形的結構的。那螺旋形的結構呢，你怎樣做呢？你上下和左右呢，在一個平面上面，即是 two dimension， 加上你的膝頭的上落呢，就變成一個 three dimension。 那你的立體的造型呢，就令到它那個鼓盪就變成立體的螺旋形造型。呢、这個開合好啦，我哋玩完呢個鼓盪之後咧，我哋咧就會跟住玩一個企定唔定嘅咧，唔俾佢鼓盪到去隻手指嘅。咁咧就呢個做法咧，就可以咧就令到你自己內氣咧直上直落，成桶氣上，成桶氣落，忘記咗小周天。小周天係 linear， 係線性嘅講法，係並不準確嘅。你嗰桶氣喺下底一擠嘅時候咧，造就一個託藥嘅氣，呢個氣咧一個立體型嘅狂猛聲咁上去，係立體嘅，就唔好理佢前定後。不過當然有前有後嘅分佈係唔同嘅比例，但係咧講俾你聽，呢個內氣如果你一鼓動咧，虛而不屈，動而越出，就上咗去。你提肛閉住息，跟住手數一二三，咁啊做完一下。跟住咧，呼氣，凹肚，凹盡咧，就閉息，定住，心數一二三，咁啊又做完一下。咁你呢個咧就會引動到你嘅氣咧就上三關嘅。一陣間我哋做。跟住如果你氣強咧，就煙盡。煙盡嘅一個，亦都係一個動作嘅導引嚟嘅。即係你啲氣上咗去頭嘅時候咧，你啲陽氣強咧，氣就會變液。氣會變液，液咧就凝珠啲口水吞咗啲口水，咁你就將佢咧就再轉化向下沉，咁係一個
口水係一個符號嚟，氣係會變液嘅。你如果啲氣唔強咧，你永遠都變唔到液嘅。所以咧，我哋做呢個修練嘅功夫咧，記住一定要氣要壯旺，然後先至可以將有形嘅氣提升到無形嘅氣。一定要氣要壯旺，然後先至可以有有形嘅氣多嘅變造，有資格變造無形嘅氣，就量變變質變。咁點解會話氣會多就會變液呢？氣唔多唔變液㗎。你的身體虛弱嘅時候，你行兩步路都手軟腳軟嘅，你又怕凍嘅，呢啲叫虛弱型、虛寒型。如果你是跑步跑100公尺去競賽的跑步方法，你100公尺要10秒，要跑個10秒出來，起來你可能閉息地跑完它，你即使不閉息都吸可能一兩下，跟住你跑完之後有一個現象個人都會有的，就是流汗，你一定要出汗的，沒有一個人不出汗的，除非你病，有些叫無汗症。我醫了幾十年就醫過兩個無汗症，很少人有了。但是一般人正常底下氣多就變液的，所以你必然會出汗的，即氣會化為液的，但是多才會的。你同樣你的內氣滾動得強，你就會有口水多，這個是正常的，打坐都是的。這個就是站式，就是講坐式了。我半個鐘頭之內要講曬呢個 PowerPoint， 跟住做嘢。咁啊，內丹咧就以坐式嚟到講，以坐式嚟到講內丹練修練法。咁其實呢個講法係錯嘅，因為內丹咧並不是淨係單純講打坐，咁係動靜雙修嘅，性命雙修嘅，內外雙修嘅，你練功練得拳多，你又要坐下，淨係識打坐唔打拳又唔得，你啲氣咧仲死糊糊，你要強化你嘅氣，你要喐下動功，壯旺咗之後，你用壯旺嘅氣量多，然後質變，咁坐低就質變，咁啊又可以站裝質變，又可以坐低質變，咁都要一個強壯嘅身體，咁啊首先要練壯嘅身體。動靜又要雙修，跟住咧就文武雙修啊，性命雙修，性功要做，因為你有個好嘅營區，你唔知戇居居咁樣又過咗幾十年啦咁樣，呢個係性命雙修。性命雙修，你做一個有道德、有意志嘅人，有價值嘅人，咁呢個性命雙修，呢個先係比較完整地去講一個叫內丹。咁如果唔係就係坐喺度打坐，氣功咪暈暈。就不是我們道教道門中的講法。坐在那裡做呢，你呢就會呢就首先呢就鼓動了一組氣，一團氣在這裡，這個呢就是提綱閉息提綱。這些氣呢你會感覺，你的自覺的感覺令到你有錯覺，這個錯覺呢引動了整個內丹源流都有一個錯覺，不單止你有錯覺，這些大師都有錯覺，就是這些氣呢當你提供閉息底下，這個託弱的形態出現了之後，你的氣呢就會好似是聽著好似是就行緊你哋叫督脈啦，咁樣咧就過三關啦，呢度一關、下關、中關、上關咁，跟住咧你的氣好似好熱啦喺後邊啊，跟住咧你就會通過自己條脷咧，就口水咧，潑咗佢咧就沉翻落嚟，就好似咧行咗前面嗰個任脈啦咁樣。呢啲係好似嚟嘅，真係的而且確係好似嘅。咁咧就呢個好似咧，呢個主觀嘅感覺就令到你覺得一個小周天係存在嘅。咁其實咧，呢個小周天係存在，不過氣咧並不單純行線性嘅小周天，係立體嘅。咁我哋睇下，我哋練氣嘅方式咧，就氣液雙身先啦，即係多氣多液先啦。然後咧就側邊啊，氣中就求氣，呢個係無形嘅氣，呢度係真氣嘅一個寫法。咁跟住咧，我哋三部曲嘅好得意嘅，唔知點解咧，你要翻去諗佢。練精化氣一，練氣化神二，練神萬虛三，呢個氣陽神三部曲。跟住咧後邊有三關，尾雷下關，甲隻中關，玉枕上關。跟住後前邊咧叫丹田，三個丹田，池中一個，降宮一個。
上面一個泥丸弓，咁咪三個丹田。咁啊，介紹一個叫做行氣肉背銘。我出嚟講咗，我就實講行氣肉背銘嘅。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呢個係最古老，亦都係出土文物器物嚟講咧，最早介紹練氣嘅方法係公元前470年嘅一個器物。我哋睇到那個玉器係咁嘅，係一個多角形嘅一個玉。咁玉佩咧，上面有一個篆文咧，公元前470年嘅篆文寫咗喺度咧，咁啊寫咗呢一扎字出嚟啦。行氣深則速，速則身，身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盟，盟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機裝在上，地機裝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咁呢40多隻字咧，就講出一個重點咧，紅色 highlight 嗰個咧就固則盟。即係你固定咗之後咧，有一啲新嘅東西，新嘅東西叫嚇盟。如果唔係啊，如果係原本嘅，就唔需要寫呢個字，係咪？呢個字啊，反映咗一啲新嘅東西。新嘅東西相對於呼吸之氣嘅一個新嘅東西，即係話有一啲係叫真氣嘅東西會出現啦，或者係有啲先天氣嘅出現啦，啲無形嘅氣出現啦咁樣。咁咧呢啲真氣咧就會長大，會 grow 嘅。跟住咧就會向上走嘅，向上走，隨住一個呼吸之氣會走咗，咁誒當然啊練出咗啲真氣咧，部分係留低。天機裝在上，地機裝在下咧，就係一個天覆地在嘅講法。順則生，逆則死，即係話跟住佢做咧會增值，為生命增值。如果唔係咧，你自然地死亡。行氣肉背銘再擴延咧，我又做咗一個叫做排逐法。行氣肉背銘就係要固定咧，跟住有真氣出現咧，你吸啖氣，提肛閉息1、2、3，跟住就又呼氣。呢個係一個做法，就係跟住頭先嗰個行氣肉背銘，你要令到一個因應呼吸之氣而有新東西萌生嘅做法，就係咁樣做。跟住咧，原來呢個閉息提肛咧，可以擺起吸氣盡或者唔係吸氣盡嘅地方。我而家試下擺喺一個呼氣盡嘅地方，吸氣漲肚，呼氣凹肚，凹到盡咧，提肛閉息1、2、3。咁喺我本書嘅第100頁咧，我係企度做，就做咗呢個嘅，你翻去慢慢釘下嚟。咁啊，講完嗰個修練嘅大概咯，咁我跟住會帶大家一齊做嘅。咁但係咧，就講之前咧。呢本書是我的啊！呢個咧就嗱，我解釋呢個圖咧，呢個陰陽，喺呢個叫做好似太極圖啦。我舊年 PowerPoint 咧，我講咧通俗嘅寫法，通俗嘅畫法咧，就陽咧定係一個頭喺個頂嘅，由左邊升嘅。這個咧就耷咗落嚟咧，即係橫水平嘅就。過咗位嘅，由呢個去到270度過嚟呢個，我係好中意畫呢個，呢個係傳統道教修練圖嚟。修練嘅意思係將你嘅氣練到咧，由乾坤嘅呢個軸咧練到去坎離呢個軸，或者坎離呢個軸翻去先天嗰、那個。我哋而家呢個坎離嘅關係，所有現象界都個坎離嘅關係。我哋乾坤嘅關係咧，就永遠唔存在嘅，除非你練或者提升超越啦。即係超越咧，就乾喺呢度，坤喺下低，坎喺呢度，坎喺呢度，離喺呢度。呢個先天八卦嗰個擺法。而家我哋咧就係一個坎離現象界嘅修練，翻企度利用我哋而家嘅材料咧，翻去最早嘅或者係你唔去練又見唔到嘅先天氣嘅狀態，就係乾坤嘅狀態。咁咧，所以咧我要解釋。即係8個太極圖，只係1個太極圖，叫做略為可取，而都唔係100分，係嘛？我最多頂多80分。如果你要記得上朝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冇講過呢個圖，所以咧，我喺度咧補充翻。咁呢一度咧就係動靜雙修嘅啦。我拎一個張三豐，成日都拎呢一篇文嘅。呢篇文雖然唔係真人，即係唔係呢個張三豐當代嘅張三豐寫低，而係後人咧就。烏托呢個大名嚟到去寫文，
咁但係咧係一篇好文咧，就叫你動靜雙修，即係打拳你唔明得曬太極係乜嘅，你就係打太極拳，你打下坐啦，打下坐你又明多啲，你要相輔相成，所以咧打坐之舉不可缺，動靜之中尋太極之益。咁啊，希望大家都諗一諗呢篇文嘅內容，就雙修，即係打完拳就打下坐，或者打下坐咧就打下拳，就相補，咁咧就好啲。咁啊，多謝各位。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唔使拍手住，我冇咩怨嘅。我又翻翻轉頭咧，我哋首先咧玩動功，係一個企喺度做嘅一個動功。咁嗱，我會做，我會講一次先，然後咧就期望你企喺度，就跟住我做咁樣。咁你動完企喺度做，動完之後咧就坐喺度動。啊，咁我而家要講。我要做呢兩個上下鼓蕩同埋開合鼓蕩。上下鼓蕩咧，你就企嘅方法咧就係一個平肩寬嘅腳步咧。你個腳步咧可能係平行，亦都可能係容許你小八字微開，大八字就唔容許，因為你一定個架咧唔靚嘅，你唔舒服嘅。內八字係阿嚴詠春姐姐玩嘅，你唔好玩。咁咧，你一個係少少外八字就好少少嘅。咁跟住咧，你嘅調教我嗰條陣啊，頭先講過呢條陣咧，向下沉，向裏勾，即係誇張係咁做。但係咧，你由一個自然嘅狀態做咗，就好似冇做過嘅，係只係你知嘅啫。向下沉，向裏勾。跟住咧，你向成個頭咧，向下收下巴，跟住向裏撞。咁就可以將條頸椎咧個七節咧就掹直咗少少嘅，咁呢度咧就骨體後面咁就控制咗，咁就所以咧，好啦，你而家咁樣，跟住你就做咯喎，做咗啦，咁就好似冇乜形象上面嘅分別，但係咁樣嘅，好輕微嘅。做完咧就咧擺隻手喺呢度咧就我嚟睇嘢嘅啫。就唔係即係數什麼東西，係睇我哋個內氣鼓蕩到唔到位咁計。咁我哋咧就其實我哋嘅手咧就上下上嘅時候咧就係手指尖向地，落嘅時候咧手指尖向天，開嘅時候咧手指尖向內，合嘅時候咧手指尖向外，係調翻轉好似拉二胡咁嘅，啊呢度又係咁樣，咁就成為一個螺旋形嘅動作。氣的滾動的動作，看到了哦，很容易的而已，你不用，你可能即是很容易的而已，半年左右就可以了，大家一起起來做一下這個動作，就教平肩寬微開小八字都容許，大八字就唔容許啦。好啦，跟住咧，你擺隻手喺度，讓佢跌落嚟。如果係軟咁樣咧，就啱啲嘅。咁但如果好似好慢嘅咧，即係唔跌嘅，咁你就用咗力。咁呢個就唔係我要求嘅，我係冇力嘅，得唔得？好啦，做咗呢樣嘢，我嘅要求又唔止咁多喎，我又唔叫你軟曬冇力喎。我叫佢跌嘅時候，你又唔好跌，唔跌佢又跌，跌嘅時候又唔跌，唔跌又跌，終之又跌，咁解喎。咁即係話唔係軟喎，即係第二個階段你要提升，唔好俾佢跌，跌又唔好俾佢硬住，又要俾佢落，又落得嚟又唔好咁快落，咁解。即係呢個係張力，你要做到個張力。呢個張力咧就帶好少力嘅，就令到佢一個抗拒地心吸力嗰個好少力，咁解。好啦。當你做咗啦，因為咧時間虛耗。咁跟住咧，你用一個身體嘅軀幹咧，即係呢個叫軀幹咧 ，trunk。跟住你又將佢一條軸咁樣，成條柱咁樣轉，成條柱咁轉，咁轉。呢、這個變成一個即係 two dimension 兩度 x y 軸，加上呢個膝頭上落咧，就 three dimension 就三度。落上好一齊做，喺隻手上面。上咧就是手指尖向地，落就是手指尖向天。好，落，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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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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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上，落落落落落，上上上上上，落落落落落，係一條圓柱體咁樣轉轉轉轉轉，落落落落落咁樣喎。咁但係隻手咧又係俾佢保持緊上落嗰條 vertical line 喎，唔好俾佢搖喎。咁樣你試下做下做唔到，做唔做到？你六個月之後你一定做到㗎啦！上上上上上，落落落落落，上上上上上，落落落落落，上上上上上，落落落落落。好啦，我哋個個都做到啦。跟住咧打橫行啊，即係左右開合啦。嗱，個道理係一樣嘅啫，即係只係我哋如果做到 X、X、Y、X 同 Y 都做到咧，你呢、這個。千變萬化就從此而出，係嘛 ？X、Y 你做咗之後，你就千變萬化。咁啊，我哋又做咯喎，嗱擺喺度，落落落落合嘅，開嘅，合嘅，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得唔得？係比頭先得啦，係比頭先上下開上下嗰個鼓檔係容易啲嘅，因為你係即係開，摁翻過嚟，開又摁翻過嚟，開咗唔翻，繼續開第二度，咁解啫。開開咗，摁翻過嚟，呢邊又開大啲，呢度唔翻，要開。呢度唔好翻轉頭，呢度借力開大力啲，咁變咗開開開開，一齊做，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開開開開開，合合合合合，做得好好啦！我哋係玩，我哋一路做一路。我哋做呢啲練氣嘅功夫咧，係好開心嘅，其實。啊！成日都揈到隔離嗰個啊！師傅有朋友問話唔螺旋得唔得喎？唔得，唔螺旋你咪做三個鐘頭做一點，你要做半年先做一點。你唔使理佢住，你呢度你都搞唔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嘅問題嘅，因為咧，你睇住咯喎，一個啱吸氣。答咗你嘅問題未啊？睇到啦嚇，你上又吸得，落又吸得，唔上唔落又吸得，上半上半落又吸得。睇下你幾時吸都得，總之你唔斷氣嗰日你就搞得。你個有一樣，嚇，答到你個問題啦，嚇，好好玩嘅，我哋已經玩完啦。跟住咧，我哋咧就做一個叫做兩個車輪咧，隻手咧兩個車輪咧，喺度碌，即係個碌碌拉住埋嚟，推翻佢出去。好啦，我俾一個較容易嘅做法俾你咧，就係、是、當你推翻佢出去嘅時候咧，你用左右左右，呢個驅降喺度擺動緊嘛，轉緊噶嘛，咁啊左右頂頂頂頂頂出咗，一一一一一頂頂頂頂頂。一，咁如此這般咧，就兩個碌就出咗啦。睇嚟啦，睇到啦，好啦，一齊做啦。啊，擺手喺出邊，你入嘅時候咧就企起身嘅，出嘅時候咧沉兩個膝頭落去嘅，一沉一升咧就變咗兩個車碌噶啦。你如果你淨係平排上埋嚟去埋嚟去，咁咧就冇車碌嘅。係咪？呢個就係立體同埋非立體嘅關係。好啦，一齊做，埋嚟，得得得得，出去，得得得得，入嚟，得得得得，出去，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入，
左右左右出，左右左右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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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左右出，左右左右入。係做得好唔好啊？好易做啫嘛，咁啊你翻去慢慢做咯喎。咁嗱，呢個係一個古當，我就未講到風箱。風箱係點嘅咧？又提升版喎。呢個就係風箱。你打拳用嘅，你唔打拳都可以用，即係打空氣都可以用。你打拳就一定用，即係呢個，你係提緊歌，即係好短嘅時間提歌嘅。你慢慢擴延緊，佢喺某一點最舒服嗰點提，就係嗰下，嗰下亦都係你個。行氣肉背面嗰個紋身撲藥效應產生出嚟嘅嘅一個結果，亦都係打拳嘅時候 power 跌筆嗰下嗰效果。所以如果你係打拳，而家都係唔打人㗎啦，打空氣㗎啦。咁你有機會打人都係更加要用啦。打空氣咧，當佢死啦，死啦嗰陣時咧，筆跌筆，好好玩㗎。咁你咧，翻去咧擠下，八擠八，咁你又，如果你係一百 kilo 打出嚟，可能有150 kilo 擠咗之後就150，唔係打人通常都唔係死佬，死極都唔老噶嘛，死佬，你一定死佬，你梗係打實呢個提光，兩個包光前面嗰幾張，嚇、啊、就係咁啊，一百，咁呢個就係、是。加咗呢個提肛之後嗰個鼓盪出嚟嗰個 power 就係拖藥效應，咁啊大家一齊試下咯，唔好打隔離嗰個，打好味好啦，上落橫合開合得得得得得。叫埋出嚟啦！提光，個意思係佢卜一聲嘅時候，即係叫你提光。咁你個提光就出現咗，其實閉式嚟嘅，其實係閉式嚟嘅，閉式上風下閉，卜咁你又做完嘅喎，又做得幾好啦，當忍。好啦 ，Karen 又玩完啦，跟住入正題啦，都唔使我啲徒弟幫手啦，等我嚟搞掂啦。因為本來咧又揾啲徒弟喺旁邊企下咁樣，咁呢個咧，我哋目的咧就要喺度促咗一組氣之後咧，佢自動咁咧成桶氣增長到去上邊練嘢咧，練修練功夫咧，最緊要係練個腦嘅啫。你明講乜嘢咧？你唔係好明嘅，你個腦點咧，你就明嘅。所以而家你係唔明嘅，你因為你未練到啲氣上到個腦，即係你氣要上到腦，即係傳統嘅內丹就係上迷丸功，嚇、啊！我哋要啲氣咧，喺下低冇乜用嘅其實，你喺度初萌生咗一啲叫真氣咧，你都要上個腦嘅，咁所以咧練功最後都係上個迷丸功嘅，所以咧你頭先唔知我講乜，係因為你啲氣未上個腦，跟住咧你就而家跟住我練咧，我嘅做法咧就係咁嘅。睇得到啊！睇唔到啊！真都睇到。九，我哋要九點半散場啊！氣上泥丸，過三關。過三關，企好個自己個姿勢咗之後咧，呢隻手我哋睇嘅啫，符號嚟嘅啫。咁咧。聽實喎嚇，我首先有三個預備呼吸，結束都係三個預備呼吸，睇嘅啊，唔好做住啊。
呢個嚟㗎啦。呢個係行氣肉背面嗰個做法 ，OK？ 吸盡咗，停住佢，提肛一二三，即係閉式提肛一二三，然後先呼氣，再睇過。睇完咯喎，係咁咯喎，一陣間輪到你做個技術先，跟住咧就係、做個排續法嘅，調翻轉喺個呼氣嗰度定住。睇到啦嚇，好清楚啊！我噴聲噴慣噶啦，成日都演講嘅時候都要噴俾人聽。呼氣定住一二三，咁我哋咧就做吸定住一二三，跟住做呼定住一二三先至收息，收息前收息前預備三息，後收息三息，作為一個換氣嘅機會，睇住。睇啦，三個調息入去，第一個係肉配命嘅吸氣定住，第二個係牙續法呼氣定住，跟住三個息調息換氣，咁就完咗呢個功夫嘅第一組。唔明咧，記住咁多先，就睇第100頁啦。未買嘅一陣間買，唔好咁急。咁一齊做啦喎！前面預備三息，你嗰個一二三你可以可長可短嘅啫，有啲好多都唔跟我啦。咁你自己呼自己吸嘅，都唔好跟到我嘅。咁你又唔緊要嘅，你逐下逐短個頻率短啲，適應翻自己嗰個身體個個身體型真唔同嘅。有啲游慣水嘅嗰個氣好啲嘅，跑慣步咧氣好啲嘅，可以耐啲嘅。咁你一二三可以耐啲。我講一二三唔係一二三秒啊，所以咧我。即係寫書有陣時咧，寫得即係要清晰多啲咧，有誤解啊！咁我唔講一二三秒，係講一二三下。咁你自己調校，你個一二三可以長可以短咁樣。好啦，做完呢個 part 咧，跟住咧就嚟咯。你點樣去過三關咧？睇住咯喎，唔使做。又係前三後三唔使講啦，中間嗰個餡咧就係、當你
吸完呼氣，呼到盡，用排族法嘅方法，呼到盡咧，提肛，一、二、三，首先係咁，跟住咧，轉佢上落嚟，轉佢上落中間，咁你咧，除咗你轉佢上落中間之外咧，你隻手咧向前攤，手心向地，即係本來咁嘅，你係向前攤，手心向地。擠咗佢中間，一、二、三，跟住咧，你要再擠佢上上面，一旋臂，手指指向天，將個頭一內收，一、二、三，咁就上咗嚟，好過癮噶，好玩噶，試下知啊，一齊做啦。預備式三式，大家做到啦，嗬！即係頭先我見有啲人咧，第二下上中關，大哥企好咯，即係企好嘅先，嗰條 S 型咧，兩隻骨打後面直咗，三度調息。熱唔熱啦？熱啊嘛，熱就正常，熱咧即係唔夠，你做得唔靚或者，咁咧你就做到熱為止。做到熱咧，我喺本書度講咧，你最好做十下十次，即係呢一組嘢做十次。而家頭先係做咗一次嘅啫，咁你做十次，咁咧呢個就暫時嘅做法嚇，唔記得你就睇我本書。咁你就我而家咧就打坐咯喎。打坐呢，我哋坐呢，正坐呢，唔該你坐正，唔好挨落嗰個 pan 度。打坐呢就唔係坐凳嘅，通常即係一種人係坐凳嘅，就係、是、你病，即、就、係、是、你唔可以坐盤腿，你就坐凳。如果唔係呢，你盤得腿單盤咧，唔好雙盤咧。即刻哥哥咁勁嘅，你唔好落佢咁樣，你只腳咁樣朝天，朝天係好嘅，四平八穩嘅。但係咧，你未去到嗰個位置咧，你先你做唔到就唔好做，唔緊要。因為咧、那個坐姿咧，只不過一個工具，一個舒適嘅環境，令到你練氣嘅啫。你如果係學下即刻哥哥咁樣兩隻腳掌朝天咁樣盤雙盤腿。你又唔舒服，你又拗柴感好強咧，成個鐘頭咧嗌柴拗柴拗柴拗柴，夠鐘未啊？夠鐘未啊？哎呀，我都係堅持下啦。袁博士話好喎，咁樣堅持堅持，冇用嘅咁樣係，你唔舒服嘛。所以咧，你搭落去單盤就算噶啦。
其實坐姿咧就最好就盤腿嘅。你而家因為呢個環境咧，我哋坐啊坐凳式，坐凳式咧就請大家咧就兩個腳掌嘅內側，即係內側咧就掂住佢就咁坐。咁點解咧？因為物理現象唔知點解咧，就 close circuit 咧就有嘢到嘅，有料行嘅。即係電場又係，你試下剪斷條電線咧，架車仔個 Thomas 架車仔唔喐噶嘛，咁你都係駁通條電線先得。通電線咧就末端咧封咗佢，封閉嘅空間、托弱嘅效應、牽制嘅運動，全部都係呢個道理嚟嘅。所以咧，我哋打就唔好咁打，封咗佢，只腳唔好兩隻腳炒啊，封咗佢，封咗佢就有嘢行噶。你唔封就冇嘢，冇就嘥咗一樣嘢行。所以你下低咧就封咗佢，即係你只鞋阻住你都好，你都係叫封咗佢。咁啊拆開就唔同嘅氣散嘅。做咗呢、這個唔好挨聽，企翻出嚟正身坐，當你呢個係叫做正常嘅坐姿啦。做好啦，跟住咧我哋做個行氣配鳴。行氣配鳴咧，我做唔到呢、這個啊，我就係咁樣，我睇唔到嘅。咁當我坐咗喺度啦，咁我哋咧就擺隻手喺前面大髀嗰度啦，咁啊又係封咗啲末端，手指尖、拇指尖掂住佢，拇指掂拇指，啊咁啊擺好舒服咁擺喺度。如果你唔舒服咧，你搖下個身體，實有一啲地方咧微調之下咧，你就會舒服嘅。實有一個位置你係舒服嘅。做完呢個咁嘅工作咧。我好多嘢做嘅，其實由擦面啊，又摸耳啊，又乜乜乜乜嘅，跟住我啲學生嘅大家都知嘅，做咗成三分幾鐘先到位，即係開始開波練氣嘅。咁但係咧，而家就省略啦，省略咗佢。點解省略得咧？因為凡係提肛閉息嘅功夫咧，打坐功夫裏邊有好多種嘅，有啲係講息神嘅，有啲係講呼吸嘅，有啲講提肛嘅，啊，咁啊好多種嘅。凡是提肛閉息的功夫呢都可以不用做預備式。你站在個車、地鐵那裡，站在個巴士、站在電車那裡，你都可以做的。那在那裡按壓提肛，滴滴滴，提肛，滴滴滴，不經不覺你搖到辦公室呢，半個鐘頭不簡單了，你知道了。你是可以做的，你站在那裡都可以做的。任何一個姿勢都好，終於舒服嘅姿勢。好啦，你坐打坐，咁我哋咧就當你坐靚咗咯喎。我唔再講呢啲咁嘅細節嘅嘢，亦都唔講預備功啦。一齊做，吸氣，漲肚，呼氣，凹肚，吸氣，漲肚，呼氣，凹肚，吸氣，漲肚。呼氣凹肚，呢個呼吸形態大家都掂啦，係咪啊？唔使三個月、六個月先掂啦。我而家即刻掂啦。好啦，而家做行氣配鳴啦。準備吸氣漲肚，吸氣漲肚。得唔得？個個都掂啦，係咪？因為吸嗰下吸到盡嘅時候咧，提肛捻住佢閉息，封住佢托弱效應出現，咁就自然佢就會有嘢到噶啦。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個行氣判定嘅方法，呢個係進擊版。咁有一個咧就是、排逐法，我哋而家做喎，吸氣漲肚，呼氣凹肚。凹盡，吸氣，
吸氣，調息。眨眼，我哋時間真係快，咁就講完站同埋坐功啦，啱啱好九點半鐘，多謝各位。